有的感情出现问题，可能不需要去思考原因，就比如没有新鲜感了，谁也不怨谁，就是新鲜程度降低了。但是有的感情必须有原因的，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这节课就需要去说一下感情出现问题的原因了，毕竟不是自然发生的，这是一个人的责任性错误。我今天只是说原因，而不是说这个原因就是一种错误。那么接下来雷默把这节课给大家去说一下，这节课我们所说的是第三者插足的事情。想必在现实生活里面，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球亲眼看见过很多埋怨小三的出现，或者埋怨自己的另一半出轨的事情，也可能是你看到的，也可能是你自己身上发生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既然第三者的出现，可能就是需要去判断一下真一了，为什么在你身上出现了，是不是自己的错误呢，还是谁的错误的。其实第三者出现对于你们三角恋来说，事情的根源源于三方，你、对方、第三者这三个人，这才是根因的原始。那么下面雷默还是把这个话题给你们说一下。一、责任可能在你，